Flirting is one of the pleasures of life. Do you actually think you have a chance with any of these women? Oh, don't be rude. I'm just saying, you're 80 years old. Oh, I'm still a man. Or do you still get... What, hard? Erections? Sure. Like that. Really? I'll be. Do you still, like, jerk off? Doctors say you need to release once a day. They say that. Mm-hmm. Common knowledge. God, it just seems like the body would naturally stop getting horny once you're past the age of procreation, you know? Like at 50. 50's not that old. It just seems undignified. 2022年斩获十项艾美奖的白莲花度假村没有让我们等太久，便带来了第二次探险。当然，冒险的不是作为观众的我们，而是被置于精心编织的套路中不能得偿所愿的一群有钱人，以及一些围绕在他们身边提供服务或伺机榨取油水的打工人，而我们只是这又一季自毁形象的奢华之作欣喜的窥视者。导演 Mike White 在第一季独创了一整套宠坏我们的手法，构想出一家名为白莲花的豪华度假酒店，让富豪美女们自我陶醉。在往往用来逃避现实的场景中， White 调皮的挑衅，又用动人的方式展现现实世界如何不愿轻易放过他的那些 VIP 玩家，即便在世外桃源也要反思在俗世中的得失，远离扰人的纠葛只是自欺欺人而已。新一季白莲花仍然以一场谋杀开始，虽然这次尸体变成了复数，但又以同样快的速度让我们忘记了这件事。与第一季一样，剧情并不是围绕寻找凶手展开的，白莲花没有抛出悬疑的面包屑吸引我们来捉，它是一部蒙着侦探小说的罩子，讲述当下社会问题的戏剧性喜剧，死亡和破坏只是它的标点符号。酌情于人与人之间针对各种社会问题所持不同立场的博弈，价值观的冲突延展到奢华酒店的卧室里，堆满美味佳肴的餐桌旁，以及地中海阳光普照的沙滩上，挖掘出被视为平凡的事物中深刻且令人不安的真实。白莲花又不是普通的戏剧性喜剧，它毫不犹豫地揭开了生活中恶心和尴尬的面纱，不管他们被多么竭力地掩饰。剧中人物在与陌生人调情时放屁，还会在别人的行李箱里拉屎。是的，这些都是白莲花真实的剧情，你可以在我们为第一季所做的视频中找到关于他们的线索。白莲花最初被设想为仅有一季的实验系列，而他在艾美典礼上大放异彩后回归，白莲花这个品牌也随即进化成了一家连锁奢侈酒店。第二季将我们带到意大利度假天堂西西里岛的山城塔尔米纳，这里有俯览爱奥尼亚海的古希腊剧场、豪华的歌剧院以及黑暗的犯罪小巷。艾特纳火山始终在背景里蠢蠢欲动，象征着影片中逐渐沸腾的激情。这一季有比上一季更多预示性的波浪的镜头，浪花是白莲花讽刺的刀子，锋利的刀刃朝向前来度假富有的客人。 White 再次成功地将诱人的自然景观转化成制造不安的能量，摄影机在华美的海岸线上暧昧地挑逗出威胁。对于美国人来说，意大利代表着浪漫的巅峰，美味的食物、绚丽的景色、令人惊叹的古代建筑、丰富时髦的服饰、传奇电影，当然还有火辣的女人。 Daphne 的双关语做了很好的总结。 Italy is just so romantic. Oh, you're gonna die. We're gonna have to drag you out of here. 西西里岛感觉像是天堂里的金色遐想。这次白莲花里的客人们的消遣也不只有深海潜水，还包括摩托艇、滑翔伞冲浪、豪华游艇和在宫殿式的别墅里过夜。更吸引人的地方是，它比夏威夷的田园风光增加了一份神秘。剧中讲述了两个夹杂着暴力的浪漫传说，其中一个与西西里的特产色彩鲜艳的陶瓷半身人像有关，叫做 Testa di Molo。 公元11世纪，在西西里岛首府巴拉莫的阿拉伯区住着一个女孩，她美若天仙，每天在阳台上照顾自己的植物。有一天，一个摩洛哥青年路过，两人一见钟情，但这名男子没有告知他在东方的家中已有妻儿。女孩在了解实情后感觉遭到背叛，愤怒之下杀死了男子，并砍下他的头做成花瓶，让他永远朝向自己，寓意男子只属于自己。这个传说与爱情中的真诚与谎言有关，而对于剧中人物来说，则更像是一则寓意深刻的古老寓言，一种警告。它引申出白莲花这一季所关注的议题。If you put one of those outside of your house, what are you saying? If you come into my house, don't fuck my wife. It's a warning to husbands, babe. Screw around and you'll end up buried in the garden.在上一季中，白莲花对种族政治和殖民主义举重若轻的演绎令人印象深刻，而这次他盯准社会的另一个政治层面，性别差异和性关系。特权始终是白莲花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将现有两季联系在一起的共同问题。
镜头犹如无情的放大镜，从种族和阶级分歧转向性政治，延续了精准的人类学分析，总是要求我们思考人与人之间的权力结构。在一个如此华丽的环境中，不需要什么特别微妙的东西，欲望、性、欺骗和暴力构成了完美背景。对超级富豪们的讽刺、嘲弄，就像每日的潮汐。 Testa di Molo 的传说像所有神秘的咒语一样，对人类有着超凡的吸引力。打破禁忌的诱惑和禁忌本身的严厉同样强烈，总能鼓动一些人难以自拔，尝试冒险。不论是外表以表现出自大，还是内心真正傲慢的人，或者横下心来势必背水一战的人，他们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份挑战。Hookers. White 想要在第二季《白莲花》中搞清楚这样一系列问题：各种性向的典型行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我们对性伴侣的期望依据何在？能够通过纯粹的意志力摆脱这些包袱吗？剧情最初的前景是暗淡的，剧中人物不断地说想要一件事，然而却做相反的事。通常情况下，他们完全意识到自己正在伤害别人或被伤害，却无法抗拒自己的本能。性别、欲望和爱情纠缠不清，既没有绝对恶人，也没有完全的无辜者。这座位于西西里岛的白莲花酒店的前身是一座修道院，没有比这更适合、更具隐喻的场所了。即便在天主教最盛行的年代，在本应禁欲的古朴的角落里，已弥漫着纵欲的喘息声。在天主教会不堪历史的暗示下，白莲花一点点推升人物的不良行为，富丽堂皇的酒店也从古典浪漫变异成怪诞。这一次他仍然抛出三个人物组合，对美国社会进行抽样观察。这是一组丰盛的海鲜大拼盘， White 混合了他一贯的尖刻和忧郁，让这顿盛宴充满活力。不同的婚姻关系，不同性别的情爱，不同职业的需求，千变万化。信任、嫉妒、不忠和欲望是永久的主题，谁也不能掌握至高无上的话语权，谁也不能在面对所有竞争者和对手时稳操胜券。但不论站在哪个位置，不论和谁站在一起，对剧中人物了解的越多，我们对他们每个人的同情心就越强。我们被拽着在他们表现出来的样子、真实的样子以及想要成为的样子三个层次之间游走，见证他们希望自己成为的人和不由自主的成为的样子之间的差距。第二季《白莲花》最引人注目的安排非两对青年夫妇莫属，他们都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受益者，却因家庭背景和性格等因素选择了相反的阵营。 Aubrey Plaza 扮演的 Harper 贡献了令人惊叹的表演，他标志性的死板、冷淡犀利的话语完美诠释了一位专门帮助劳工维权的律师，一个热衷于政治、有些自视清高的左翼行动派女强人。她严厉的批判几乎掩盖了自己的不安全感。她的丈夫 Ethan 严肃低调的性格与她拘谨又喜欢评论的个性形成鲜明对比，前者刚刚卖掉自己的创业公司，使二人突然闯入有钱人的行列。这是他们加入富豪俱乐部后的第一次旅行，显然还未意识到财富带来的诅咒会给他们造成怎样的影响。Ethan 仍然还是严于律己的技术宅男，而 Harper 还是那种为世界上发生的一切而失眠的人，并对与他们同行的另一对情侣的种种行为嗤之以鼻。那对处处与他们截然相反的组合是 Cameron and Daphne。 这对光鲜亮丽、情感丰富的夫妻似乎天生就能引起周围人的焦虑，过于亲密的举止、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以及空洞浮浅的谈话都让 Harper 感觉不适。他判定两人看上去就像 Instagram 上标着模范情侣 tag 的样子，一定是装出来的。Also, they're so touchy-feely, right? Like, do you notice that? Feels performative. Like, who does that? Happily married couples? Couples that have been married for 5 years? No way, it feels fake. 本就家庭富裕的 Cameron 是一个对冲基金经理，被视为当代社会傲慢的掠食者，不创造任何财富，只做投机的野蛮人。他与白手起家靠聪明智慧赚得第一桶金的 Ethan 大学期间共享一间寝室，却毫无共同之处。他总对 Ethan 喜欢的女孩情有独钟，抢先一步得到他们，而 Ethan 也自创了一种理论安慰自己。 Cameron would always sleep with the girls that I liked, but before I could get to them, if I ever told him that I liked a girl, he would swoop in and have sex with them within a week. You have a bad case of something called mimetic desire. Someone with higher status than you wants something, it means it's more likely that you will want it too.I mean, I was smarter than you. Maybe you thought that fucking women I had a connection with would make you smarter. 这种雄性之间不宣而战、条件反射式的竞争一直延续至今，而 Ethan 和 Cameron 身上有了当代文明的演绎。白莲花将 Cameron 对 Harper 的兴趣展现得扑朔迷离，而杀气腾腾的 Harper 看上去似乎也没有他外表看上去那么坚硬。
另一场暗地里同时进行的较量发生在两个女人之间。在 Harper 的火爆性格与 Daphne 不可抗拒的阳光天性相撞时，两种不同的女性生存策略持有者不约而同地想要戳穿对方价值观的虚幻，她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扮演促使对方生活幻灭的终结者角色。白莲花巧妙地在这两对情侣四个人之间进行排列组合，让剧情层层递进，悬疑步步升级，给出的信息却一次比一次少。最先是四人在海滨餐桌上的试探性混战，互相厌恶的人们保持表面上的友谊，在奢华酒店中第一顿美餐上就开始讨论世界末日。 Yeah, but also just everything that's going on in the world. What do you mean, what's going on? Oh, I don't know, just like the end of the world. Oh, no, Harper! The world's not ending, it's not that bad. Honestly, Cam and I don't even watch the news anymore. Well, I'm just so over the whole news cycle, you know? So give me a break. And even if it was as bad as they say it is, I mean, what can you really do? You know, right. We vote, we donate money.Cameron 和 Harper 在视线外的交锋不停地挑动琴弦，演奏出令人心痒的不和谐小调和弦。然后是 Daphne 暗自安排的一次欲擒故纵的小别，女生派对和男生狂欢都各自在身后留下了秘密。然而随后白莲花收回了我们的一部分特许观察权，关于 Cameron 和 Harper 之间的一些进展，我们和 Ethan 一样被蒙在鼓里。而至于影片最后 Ethan 和 Daphne 在秘密小岛上又发生了什么，我们更是一无所知。虽然白莲花似乎最终表明 Harper 当初对 Cameron 和 Daphne 的成见是有道理的，但其证明过程却出乎意料的充满惊喜。 Cameron 似乎最接近真正的反派，但即使是他也被赋予了温柔的时刻，镜头多次证明了他对妻子 Daphne 的爱，所以当水落石出的时候，即便结果与我们的预期几乎完全吻合，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当初的判断还是略显武断。四人之间的四种情感都摆脱了文学虚构的脱节感，没有一个能毫无顾忌地被用好坏来概括。这也是白莲花第二季比前一季升华的地方之一，它的每个角色都具有和第一季中的人物同样相互矛盾的层次，但这一季的表现方式是通过他们之间的互动来完成的。我们要和他们一同发现他们身上的另一面，并感受他们在意识到另一个自己浮现时表现出来的困惑和不安。上一季的那个四口之家，这一季被一个祖孙三代的纯男性组合所替代。这三个男人表面上是为了追寻家族的西西里祖先，但实际上更像是在追随自己的性欲。这是一个因婚姻不忠而支离破碎的家庭。患有性瘾症的 Dominic 因为最近一次出轨让妻子彻底绝望了，后者好似罗马婚姻女神朱诺附体，在电话的另一边大喊大叫，并带着女儿一起疏远他。 Dominic 暗示他的不良习惯是由于他的父亲，三个人中年龄最大的 Bert 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影片中 Bert 也的确表现得生性多情，向身边所有女性献殷勤。他带来剧中引用的第二则神话故事，古希腊神话中的冥王趁珀尔塞福涅出门采花强奸了他，并把他拖回地狱。虽然珀尔塞福涅随后被其母农业之神所救，但因被哈迪斯欺骗吃下四粒石榴籽而不得不每年有四个月返回冥界做他的冥界王后。年轻的 Elby 则是现代女权主义的提倡者，一个上过斯坦福性情温和十分敏感的 Z 世代男人。他与父辈和祖父辈的意识形态划清界限，发誓要比他们做得更好，宣称我拒绝与女性有不好的关系。白莲花是一本启蒙式的读物，它的作者有一种天赋，可以用真诚的怪异从最愚蠢的个性身上编织出一种复杂的美感。白莲花又是一种调料，它是导演兼编剧 White 的独家秘方，使看似俗套的剧情焕然一新，变成圣诞节前的甜品店，琳琅满目，令人胃口大开。三个世代的三个男人对男性的自我膨胀孕育出的滥情，对应着三种流行的价值观。祖父 Bert 将男性主导权视为稀疏平常，对其带给妻子的负面影响毫无察觉。作为好莱坞大佬的 Dominic 虽然对自己的性瘾症有了清晰的认识，但仍在婚姻责任和放纵情欲之间举棋不定，对家庭的愧疚和对身体的诚实难以调和。而 Elby 则似乎预设自己是有着绅士风度的西部牛仔，不由自主地想要成为某个陷入困境的女人的白马王子，但他对父权制的报复性策略至少错误地判断了两点：不是所有女性都是父权制价值观统治下的猎物，身手敏捷聪明的女猎手并不罕见。此外，她选择的立场使其丧失了一些男性与生俱来的重要吸引力，
这让他在追求真爱的过程中备受困扰，成为吃力不讨好的甜心好人卡收集者。作为观众的我们，借助对这三个男人的立场所持有的态度，也可以勾勒出我们自己对于男女性别差异的看法，这又让白莲花具有了某种心理测试的效应。他甚至还特意设置了回到1972年拍摄电影《教父》外景地的情节，将这些观念的纹理以一种更为直观的方式平铺在我们面前。这部经典电影被 LB 谴责为一种危险的男性幻想。 Men love The Godfather because they feel emasculated by modern society. It's a fantasy about a time when they could go out and solve all their problems with violence and then come home to their wife who doesn't ask them any questions and makes them possible. Hey, it's a normal male fantasy.No, movies like that socialize men into having that fantasy. 这只是他们在新西里要经历的最不起眼的测试，而两个当地的意大利少女才是他们的终极考验。这一季的《白莲花》最吸引人的方面之一就是它的双语设定，围绕在这些美国富豪身边的是一群平时只讲意大利语的服务者，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女性，像鲸鱼身边的小鱼一样，通过提供各种舒适的服务来建立一种寄生关系。剧中这些金钱多于理智、道德模糊的人物，为投机取巧的妓女 Lucia 和她的好姐妹、立志成为歌手的 Mia 提供了大展身手的舞台。两个女孩每根汗毛都牵动着温热的空气，使其充满活力。随着她们扑面而来的是意大利南方特有的一种荒蛮的性感。她们不是不公正社会规则的受害者，也从未沦为急需用钱、无助的可怜人。她们在自己的生活空间内如鱼得水，享受今朝有酒今朝醉、稍顺即逝的奢靡。在客户身旁品尝美酒，同时带着隔壁桌和自己妻子吃饭的男人们的秘密。 Lucia 和 Mia 作为剧情的推动器，可被视作这部剧的核心之一。他们的性魅力等同于将这些贵客们的假期变成活生生的噩梦的权利。这两个穿着裸露放荡不羁的野孩子是 White 的秘密武器，他们的存在将一个由几段感情纠葛组成的普通情感剧升级为从两性关系出发的又一次对社会结构的剖析。White 创造的角色不是为了让我们喜欢，而是为了吸引我们情不自禁的观察，激发观众的共情，并不是这部抓马唯一渴望的东西。他想让我们成为几个小时的社会学家，尝试思考一些简单的社会议题，切换到一些不常使用的角度来反观我们自己认为已经熟识的状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难不爱上这两个古灵精怪的西西里小魔仙。白莲花没有兴趣将男人和女人还原成关于捕食者和猎物、主体和客体、白马王子和公主等等被严重简化和刻板化的概念，相反，他意识到这些都是包括观众在内的所有人所处的社会架构的产物。在面对它时，人们并不一定是完全被动的，而是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态度和策略。当我们从剧中一些令我们感觉陌生又好笑的角色上学到了一些东西时，便是白莲花最好的一面产生的效果。他用持续不断的微弱的震波，将陈词滥调和未经拷问的流行理论打散清除，用没有旋律的荒谬爵士乐填写观念的乐谱，在其伴奏下，肉体活动被玩弄于鼓掌之间，并随着发生在一个废弃教堂中的性交易达到了癫狂的顶峰。两个吉普赛女郎一样的意大利女孩，实质上扮演着观念粉碎机的角色，给人留下了严肃的印象，成为令人倾慕的浪漫的奋斗者。第二季与第一季最显而易见的联系，当然还是汤雅这个角色 Jennifer Coolidge。凭借在第一季中的惊艳表现，摘得2022年艾美最佳喜剧类女配角。她也是白莲花从第一季唯一保留下来的人物，而她被留在剧中的作用并不是为了叙述的需要，而是延续白莲花最重要的脉络之一，对富人贪婪却不自知的本质的描写。比如她总能说出最诚实的台词 Are you kidding me? Look at that pool. It's a good feeling when you realize that someone has money.Because then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m wanting yours. Oh, must be such a relief. It is. 汤雅仍然是一个沉浸在自己的感情中、情绪混乱的人，延续可爱外表下的紧张感，对为他工作的人缺乏自我意识和同情心，像一个撅着屁股的火车头，在除了他的孤独感之外，什么问题都能被他用钱解决的世界里横冲直撞。汤雅在本季中获得了更多戏份。她在第一季中的渔夫恋人如今已经变成了她的丈夫，一个婚姻中的恶霸，批评她的体重，对她的需求和欲望提不起兴趣。她的贴身小助理 Portia 是这一季中另一个十分亮眼的角色。当汤雅在意大利特色 Vespa 小摩托上兑现自己的意大利梦，或在性交中产生奇怪幻觉时， Portia 都在某个角落咆哮着对这个世界的失望。即使在西西里享受人人都羡慕的景色，也不能激发真正的快乐。
Is everything boring? Boring? No. You take a picture and then you realize that everybody's taken that exact same picture from that exact same spot and you just made some redundant content for stupid Instagram and yeah. You can't even get lost anymore because you can just find yourself on Google Maps. 白莲花从来都不只是对富人的挖苦，也会适时讽刺一下工薪阶层。除了那群意大利酒店管理者外， Portia 是这一季中最好的普通人样本。她是汤雅时阴时晴变幻莫测的情绪系统中的一小块乌云，她身上沾满了我们这个时代多数人分享的世纪病标签，因无法摆脱自己厌恶的工作而逐渐演变成厌恶自我，生活的意志也随之逐渐被消磨。 Portia 就是 White 对青春幻灭的精确描写。她既对社会问题没什么独到见解，又在个人生活上没什么追求，他只想好好利用汤雅工作的机会，享受一下只有富人才能拥有的东西，渴望寻觅一个意大利男人，在卧室里找点乐子。这种世俗的价值观让他对 LB 的追求无感，反倒对一个华而不实的浪荡英国小伙走火入魔。同时被勾引的还有汤雅本人，他被一个不明身份的中老年同性恋群体捧为座上宾。 Tom Hollander 扮演的角色 Quentin 是他们当中的主导者，他的表演令人陶醉，只需几秒钟就把汤雅吸引到他的派对、歌剧和快乐的梦幻世界中去了，我们也跟着被吸了进去。他那冗长的戏剧性台词、耐人寻味的表情，是汤雅这个既让人不适又令人同情的角色的最佳搭档。不论是在西西里小岛的古老宫殿，还是在爱奥尼亚海面上漂流的豪华游艇，他俩构成的场景都有一种能够穿越时空的强大引力。他们之间的博弈也是这一季最有悬念、最惊心动魄的故事线。如果用一种阴阳怪气的方式来简述第二季，那么表达可以非常简单，更多裸体，更多汤雅，以及更多乐趣。个人觉得第二季比第一季更好，因为感觉他并没有试图证明什么，他放弃了对种族、阶级和两性之间永恒战争的尖锐的破坏性的品头论足，而主要集中在表现性爱和浪漫关系上。虽略显单薄和粗糙，但在喜剧氛围下挖掘出一种模糊的焦虑，不正是白莲花成功的真正秘诀吗？他制造了很多会让人感到沮丧的东西，但从来不是以直截了当的方式。人物之间的关系重叠并变得比第一季更加复杂，西西里度假村就像被一只巨蟒缠绕，它慢慢收紧收紧再收紧。就在每个人的缺陷即将完全暴露的那一刻， White 突然打了个响指，耳语告诉我们，这一切只不过都是被温和湿润的海风催眠后所经历的一场蜿蜒曲折的心理游戏，一场糟糕的噩梦罢了。我是 Dr. Kupo， 下次见。